午4点，欢迎锁定今天的国海大赢家。今天这个大盘如何从期货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呢？怎么观察？请到今天来宾是在这样投顾的分析师了，苏威源，威源晚安。我林晚安，大家晚安。好，今天期货有任何的端倪吗？说这个大盘期望能够跨过季线啊，期待也太久了。对，期待大家期待都很久了。那其实我这样子讲，其实昨天跌蛮深的啦，大家哇，我告是啊，我讲句台语吼，就惊吓，很害怕。为什么昨天期货跌了150几点，所有人都吓死了。那看哇，外资都偏空。可是昨天啊，魏老师一再的在节目上面跟大家讲，请您千万不要自己吓自己。我昨天特别跟大家重申好几次，请你不要自己吓自己。对，今天立刻反弹了56点。那只是说，你说哎，魏老师，我为什么会知道？对，这个是重点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行情，我们看一下今天行情如何反弹。因为其实今天的行情比较特殊一点点，就是先涨了。先涨，然后再压回来，最后再反弹一段。所以今天是三段式行情。所以我们今天会教大家一件事情，如何运用我们的工具分析仪去掌握这个中间的三段行情，怎么去抓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其实今天早上的拉抬，我们先来看一下。好，来，我们请摄影师看一下电视画面，谢谢。来，今天11月13号。上涨了54点，上涨了54点，高低差有75点，最低在8903，最高在8978，就是两边去相减，就是差了75点。可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一段今天早盘开盘没什么动，可是呢突然出现什么快速度的拉抬，最高拉到了8978，这一段的一个空间，我们这边请摄影师拉近一下，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还蛮害怕的，说哎，投资朋友就说哎，温老师5000米，对不对？我您刚才讲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今天早上的拉高，你拉到8970几点，那个时候我很害怕你跳进去追多单，真的我非常害怕。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投资朋友在这个地方哇，涨得很高，早上没有早上想说不能追啊，到最后喷出去了，哇，才想说要追，可是一追哇又屌又套到最高点，又跌下来，可能就又是亏损了，所以就很可惜。所以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讲如何运用工具的方法去避开这个追高的风险。对，我们的下面的标下面的标都写嘛，今天早盘是拉高的，如何避开追高的风险？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还要重要。就是今天我们先把利润先放一边，我们今天要教大家是你如何避开风险。我说啊，魏老师真的没有人教我这件事情，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今天拉高你看你看尤其是昨天杀低的过程当中，昨天大跌大家都很害怕，我们跟你讲不要害怕，我们都是有根据为什么会这样子跟大家讲来，我们回到电视的画面，谢谢。你看这个是今天的一个行情，对，这个是我们工具的日线图，我先从日线跟大家讲个清楚一点，为什么我们昨天在下跌150几点的时候敢跟大家讲你不要害怕你千万不要自己吓自己，今天又涨嘛，今天拉了一根红棒上涨了54点。那从这个低档乖离讯号在10月20号出现之后，8599一路往上拉抬，对，涨到了9105，涨了将近500多点的过程当中，它当然会有难免会震荡嘛。可是当压回来过程当中，好，我们这边请摄影师拉近一下，昨天压回来过程当中，你看一下分析有没有转成蓝色的，没呢，对，投资朋友，我们再复习一次。我想其实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都是新的，很多新的观众朋友都来收看魏源老师的节目跟我听的节目，所以我们很开心所以我们今天会花多一点时间跟大家教学希望把大家教会这个很简单。来，我们再回到手板，谢谢。你看我们工具的这个画面叫做趋势分析其实是你要如何去判断一个行情在高还是在低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多方就是红色的彩带，空方就是蓝色彩带，其实非常简单高这个低档的部分由蓝色的转为红色的，它就是什么偏多的格局。那如果在高档的地方呢，由红色的翻为蓝色，它就是转为一个偏空的格局。所以你看昨天的压回我们给大家看昨天的图一模一样我一个字都没有改。昨天的图，来，我们请摄影师回到电视画面，谢谢。好，这个是昨天的昨天的图，你看昨天下跌嘛，跌了150几点，很害怕8905点。好，来，我们这边请摄影师拉近一下，好，谢谢。来，这一带你看这个分析是不是还是红色的我应该没有错啦对啊，我们是昂线的嘛，所以你看有没有翻空？没有嘛，所以我不会，我昨天才在跟大家讲说，我不会因为跌
就跟你说啊，又崩盘又崩盘，对，我不会跟大家讲这种事情啊，因为你会很担心哦。为什么？啊、我修来股的股票嘞，好多嘞，对，怎么办？对我这样讲，你会很难过。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什么？我们要透过客观的方式跟你讲说什么？还没有翻空嘛，你不要担心，等它转空了，转成什么样子呢？来，我们再回到手板，谢谢哈。除非你看到这个样子，对，高档分析由红色的转成蓝色的。它才有可能会转空，可是目前到昨天都是没看到啊，所以温老师昨天才敢这么大胆跟你断定说什么，你不要害怕，对，昨天不是要请你什么全力放空，不是哦，为什么？因为行情还没有要跌嘛，对，如果真的要跌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大家，可是前提是，哎、欸，您要有工具画面，不然你没有看到，哇，那就不好了哈。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什么？你看到今天的反弹，我们再回头再看一次，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谢谢。好，你看哦，今天的一个反弹，对，反弹的上涨54点，你看工具的分析，它依然是站在多方的角度啊，所以你看到、哦、从这个低档乖离8599，还有我们低档哦，这边分析翻多，好，我们这边请摄影师稍微拉近一点，好，谢谢，来，你看到这个地方，对，低档由蓝翻红，然后呢出现低档乖离，所以我们在其实哈、哦、在8500、8600的时候就一再的跟大家讲，你不要害怕，行情会弹。对，一谈就谈了500点了。那只是说，谈到现阶段，你现在很担心，那后面怎么办？对，我相信这个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重点。所以你现在不要太害怕，吼，行情还没有转空。这个时候我要跟大家讲，你看今天又反弹了，昨天全部杀在地板上，哇，今天你看早上急拉，你可能说早上的这个，如果你昨天留空单，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行情哦，你就会知道温老师在讲什么，你就很有感受。为什么？吼，来，我们回到电视画面，谢谢。好，你看哦，今天早上是急拉。很多的投资朋友，我希望您可能没有昨天留在尾盘上啊，行情可能要跌喽，给他留个空单今天立刻被嘎上去，嘎上去之后啊，想说啊，好像不行了，赶快哦，这个停损反手做多，然后又跌下来，所以呢又被杀一次，多空双杀，被杀了两次哦，这样我脸上还蛮难过的啊。说真的，其实很多投资朋友今天都遇到这个状况哦，你度了就很打击，说啊怎么会这样？我昨天想说啊应该会跌。留空单，结果今天急拉，拉上去说啊，不行不行不行，哎，好像真的会涨啊，在高档8970以上再反手做啊，结果又跌下来，怎么会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解决大家这个问题，说啊，温老师真的嘞吼，你就觉得哎、欸，好像真的有方法吗？对，我们要告诉大家吼，到底有没有方法可以来帮助大家？非常的简单吼，透过工具的画面，您就很清楚。所以呢，我们把这个行情啊。套到工具画面，你就知道吼。来，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好，好，你看这个是一模一样的这个行情哦。你看也是今天，对不对？11月13号，今天一样早盘是拉抬嘛，对不对？拉抬的过程当中，在这个高档有没有请你追多单呢？没有，对，这个才是重点哦。来，我们这边请摄影师拉近一点哈。好，在这个地方，对，早盘在拉高的过程当中，反而是请您偏空思考，对不对？加码空在哪里？8964，好，那这个讯号，哦，绿色星星代表什么意思？哦，来，我们再回头再看一下这个手板的部分，哦，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绿色星星代表什么？请你空方加码，空方加码，哎，所以哈，哦，你看这个是不是价值连城？你看到这个东西，你早上冲到最高点的时候，你不会去追多单，哦，我是跟大家讲真的，其实哈，哦，有时候帮你避开风险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帮你避开这种，哎。追在最高点的风险，真的很危险。只是说今天的低档，您有没有机会可以偏多思考？哎，这个也是您关心的嘛？我来跨几点哈。来，我们再回到电视画面哈。好，所以你看到今天早盘在这边，早盘在这个地方，低档的部分，分析已经由蓝转红了。好，我们这边可以请摄影师拉近一点吗？好，谢谢哈。低档是不是由蓝色的翻成这个红色的哈？我们请伟霆帮我们看一下。好，有吗？好，谢谢伟霆。来，你看是不是低档由蓝翻红？所以今天早上你运用工具，你会知道说为什么会涨，对？好，我们再上下带到哈，谢谢。你就了解到说，哎，真的呢，对，从这个相对8900点一路涨到8964，涨了将近60几点，好，往上拉抬了60几点之后呢，在这个地方再出现压回，好，来，好，再压回了34点的空间，跌到了8930，可是尾盘为什么又会拉？好，来，我们这边再请摄影师拉近。哎，投资朋友，阿牛，这干单不？有嘛，对不对？这边高档分析翻空咯，然后低档分析再翻多，从8930一路反弹到哪里呢？好，我们往旁边带一下齁，反弹到了8965。所以你看哦，今天透过工具的画面，对不对？您当中的操作
今天的三趟行情，我刚才有讲嘛，先涨后跌再涨，您可以知道说，哎，原来转折会在这个地方出现，所以我们再看一次，因为其实我们光绪的画面今天真的很漂亮，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来，我们再回到这个手板，谢谢，来，这个地方，对，如何运用光绪的分析来掌握今天的转折非常的重要，我等一下会一段一段跟大家讲，今天为什么早上会先压回呢？来，因为这个地方高档由红转蓝，高档由红转蓝，来，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谢谢，来，你看是不是像这个一模一样，对，高档哦，由红色的翻成蓝色的，好，我们再上下带到，好，所以而且呢，早上在这个高档的地方出现什么加码空的讯号，然后分析在高档翻空，当然会压回，哦，压回多少点？将近35点左右，所以你就知道说啊，原来我这个风险是可以避开的，甚至你可以反手做空嘛，说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对，所以非常简单，而且当跌下来的过程当中，好，我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每天都会给我们客户很多的资料啦，非常的重要。我们先来看一个东西，来，我们再回到电视画面，谢谢。你看哦，这个地方，哦，这个是昨天给我们客户的资料，103年11月12号，礼拜三，哦，这个就是昨天。好，来，我们往下带一下，哦，我把它框了一个重点，黄色这个字，哦，如果出现了加码空讯，仍有压回的可能，所以今天的早上，你看到是不是出现先拉高对啊？你看，你也想说啊，受不了，好像会涨，跳进去追在最高点，后来又跌下来，你就说啊，怎么会这样子？可是如果你看到我们工具画面，你就会知道说，哎，原来是安内哦，其实期货操作没有您想象中那么复杂哈。所以呢，来，我们再回到电视画面哈，你看呢，我们再看一次哦，出现什么加码空讯，仍有压回的可能。好，我们再全画面哈，谢谢。来，所以我们跟大家讲什么？哦，你看哦，就像这个样子的加码空讯就是它。好，哦，绿色的星星。好，我们再回到手板，我们再复习一次。好，谢谢投票。来，你看是不是像这个？请你空方加码。哦，请你空方加码。所以你看为什么会压回？对，因为高档分析翻空，因为高档出现了加码空讯，所以会跌。投票啊，我塞啊。哦，以后这样就会做了嘛。好，哦，所以而且跌下来的过程当中，你要说哎，哪个地方有可能会反弹？一样运用工具的画面。好，哦，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个观念。好，哦，来，我们回到手板，谢谢。消极的人失败后选择从此放弃，成功的人失败后会选择重新来过。投票都没有关系，就算今天啊很真的还是很不顺利，我们真的希望能够透过工具画面来帮助大家。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啊，要跟大家分享。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板的一个部分。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消息，请你留意中场的资讯，掌握行情的转折点。说啊，魏老师这些名，请你留意中场资讯。说哎，这个什么，哦，让我卖个关子啊，哦，我要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很重要，请你中间休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哦，对您的操作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哦，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你看哦，其实今天的行情，哦，我这样子讲，哦，其实今天的行情这样走，你说啊，三段式好像很难掌握，可是我们再看一次，哦，你透过工具分析的画面，其实真的还蛮清楚的。来，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谢谢。你看到是不是像这样，先涨后跌再涨，欸，一样嘛，是不是跟指数一模一样，欸，金价呢赶快呢，对，先涨后压回啊，分析在高档出现什么翻空压回，然后呢在8930附近分析又翻多，然后才出现了反弹，又弹了大概30几点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来，我们回到手板。来，这个市场唯一不变的就是它瞬息万变，对，随时都会变来变去，可是唯一不变的道理就是它会瞬息万变。好，那如果既然是如此，您就更需要工具的画面。你看为什么我们昨天敢跟大家讲你不要害怕会反弹，对，你看，欸，是有原因，不是寡杯嘛，哦，不是用猜的嘛，所以你就了解说啊，魏老师的用心在这里，不是昨天跌了150几点就跟你说啊要大跌要大跌，不是，对，我们要看到客观的工具跟大家讲什么，欸，没有翻空那为什么要怕，所以，欸，对呢，有道理，哦，所以一样，你看了今天如果你操作当中一模一样的道理，哦，所以我们把这个工具画面，哦，其实我们在重播一次给大家看啦，啊，这个是我们工具的这个特色，哦，我们节目的一个特色。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哦，来，我们回到电视的画面，谢谢。好，这个是今天开盘的一个行情。来，我们这边请摄影师左下角我们拉近一下，谢谢。来，今天的11月13号8:45。好，我们请伟霆帮我们看一下。好，谢谢伟霆。好，所以你看哦，今天开盘点没加
哦，开盘在这个地方。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哦，行情后来它怎么做发展？哦，行情后来它怎么做发展？这个非常的一个重要哈、哦。来，我们来看一下、哦。好，这边哦出现什么？低档由蓝转红，在8:50的时候哦，听到没有？8:50那个时候 K 棒在哪里？我们稍微往上带一下下。对，那个时候还没有涨哦，听到没有？今天的早上是不是出现了一个急拉的一个动作？对，那你就想说，哎，我们怎么能够掌握？你怎么能够运用工具的画面？哈、哦，来，我们再回头再看一次手板，是不是像这个？哎，一模一样啊，对不对？低档由蓝转红，低档由蓝转红，所以为什么早上会急拉？说啊，我知道了。哈、哦，如果你运用工具，你也可以领先布局啊。说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哈、哦，来，我们再回到电视画面。哈、哦，来，所以你看哦，后面的行情，哦，它怎么做发展？对不对？开始出现震荡哦，然后你说，哎，好像要涨，可是你这个时候一定不确定，哎，真的会涨吗？你可能会怕怕了。可是呢，如果你有工具的画面，你会知道说，哎，原来行情是在低档翻多喽、哦，在低档翻多，这个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继续看哦，后面的行情怎么做发展？你看，都是出现什么快速的一个急拉哈，我把它拉过来一点。好，你看哦，都是出现快速度的一个急拉。来，我们再继续看哦，投资你就觉得说，哎，原来行情可以透过工具的画面这样子来做掌握。你看这边又急拉，所以今天的高点几乎就在这个地方。好，所以我们来对一下这个点位哈、哦。来，我们这边请摄影师拉近一下哈、哦。好，这个地方，好，谢谢。今天的一个开盘，好、哦，这一根 K 棒在8920附近嘛。好，那一路拉到相对高点呢？好，来，这个 K 棒已经到哪里了？哦，8953嘛，收在8970，也就是说已经涨了5-60点了。你说啊，真的呢，对不对？你透过工具分析的画面，你就可以掌握低档的转折买点，哦，你就很清楚。可是呢，接下来还有一个重点，涨上来不是涨上来才要追了，你要买是买什么？低档嘛，你低档没有买，说啊，为了说宝贝没有板，剩下什么高档，你要如何操作？这个就很重要。来，我们再回头继续看下去哦。好，我们看了、哦，对。当行情涨到高档的过程当中，你看哦，我们继续来看哦，这个地方就请你就不要再追了。为什么？因为已经翻上来了，你就不需要追了，对不对？你要买是在哪里？这边低档你就可以布局嘛。这样已经涨了5-60点了。可是呢，当行情继续往上攻击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哎，好像涨不太动哦。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哈、哦，来，好、哦，对不对？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讯号，出现一个什么讯号？绿色的星星。好，我们对一下时间在哪里哈、哦？我们稍微往下带一下，谢谢。好，今天的这个10:10，好，我们再上下带到，谢谢。来，是不是出现这个绿色的星星？好，绿色的星星代表什么？好，投票利用一下，很简单，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回头再看一次哈，这个地方是出现什么绿色的星星，请你做什么？空方加码，我请你空方加码。哎，这样我就知道了。你看到这个讯号，投票，我问你哦，我问大家哦，你如果看到这个讯号，还可以再追多单吗？不行了，哦，文章是不是很简单？嗯，对啊，你说，哎、欸，早上就应该偏多嘛，冲上来这个地方就不能再买了啊，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一样会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哈，其实我们这个工具的服务很多啦哈，还会适时的提醒大家，这个才是重点哈。来，我们回到这个手板的部分，谢谢。你看哦，今天早上的10:17，哦，我们跟大家说什么工具的教学，跟大家说出现了加码空讯了，所以你要留意行情走弱机会会比较高，后来从哪里？8955跌到哪里？8922跌了33点，有没有往下做修正呢？来，我们再回头再看一下，回到电视的画面，谢谢。好，所以你看到后面的行情，哦，它怎么做一个发展？来，接下来有一个重点哦，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哎，你会发觉到什么？哎，原来分析在高档也翻空了。好，这代表下面一组哈、哦，我跟大家讲很清楚。来，我们再回到这个手板的部分，好、哦，谢谢。所以你看出现什么讯号？高档由蓝由红转蓝。哦，高档由红转蓝啊，哇塞啊，对，你就很确定哦，这边你就不能再买，反而应该反手操作，偏空思考。哎、欸，来，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哈、哦。所以你看后面的行情，这边你千万不能再买，对不对？这样很简单嘛，你早上应该偏多布局，涨上来的时候反而不应该偏多思考。那你看后面的行情，哦，就开始出现什么压回的动作，哎、欸，对呢，真的开始出现一个什么压回的动作哈、哦。来，我们继续看哦。哦，你就会了解到说为什么哇，魏老师今天要花这么多时间哦，跟你讲说，哎，你要运用工具的画面来做个操作，你看非常的清楚。你看，哇，这边又下跌了，投票对不对？你买在这边杀下来又跌了30-40点，哇，你就觉得很难过啊。早上冲上去追多单，这边又跌下来，你就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哦？多空双八，你就觉得很可惜。可是我们一样会跟大家讲很清楚嘛，来，
哦，我们再回到这个首版的部分，哦，所以我们跟大家说，我们出现加码空讯，行情走弱机会比较高嘛，后面就出现压回，哦，所以我们会跟大家讲，哦，所以你就觉得说啊，今天很难操作，对不对？哦，就大家都这么觉得，可是如果你运用工具的画面，哦，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复杂，哦，来，我们再回到这个首版，哦，所以我们跟大家讲，成功的人在逆境当中看到的是希望，哦，成功的人在逆境当中看到的是希望，哦，你真的不要想太多。透过工具画面就可以，而且呢，跌下来在低档的部分，欸，你看到工具分析翻多，欸，你就知道行情有可能会转折哦。来，我们再回头再看一下电视，所以你看往下跌，跌到8930附近的时候，分析已经转多了，所以再往上上涨了35点。所以呢，一样我们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们再回到这个首版的部分，所以我们跟大家说什么？行情如果我们预期出现压回，可是呢，如果分析翻多了。哦，如果没有翻多才会压回，可是如果它翻多了呢？它从哪里8930反弹到8972，反弹了42点，非常的一个清楚。哦，所以其实，哦，我们在这个广告之前呢，啊，哦，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您真的建议大家运用工具来做个操作。所以我们跟大家讲，当你觉得为时已晚的时候，恰恰是最早的时候，绝对都还来得及。那请你留意我们中场的重要资讯，掌握行情的转折点。哦，欢迎大家来做个下询哦。好，我们更多分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出奇制胜，多空双向操作，趋势精英家族11月15号高雄嘉义，11月16号台中台北大集合，02-2506-6808，2506-6808。热情，如临现场，精彩。瞬间捕捉，极简新智慧 ，LG G 三，买 LG G 三，登录送原厂电池及座充。想象我们把火箭的爆发力移植到全新四缸引擎上，2.0柴油小休旅，却能爆发190匹钢炮动力，扭力远远超越 F1。更不可思议的是，油耗竟然比 Hybrid 还低，魔鬼般的动力，天使的面孔，你敢驾驭吗 ？Volvo V40 Cross Country D4 极致美型钢炮小休旅，限量66台，早鸟优惠中。我都会告诉自己，是不是再努力一点就能突破？可以为这个社会贡献更多的话，我一定会把握。再大压力，对我来说都不算什么。只要多一点勇气，就不一样了。就是这么舒畅，浅田良喉定萃取天然植物，从喉咙到气管，深层止咳化痰。喉咙不舒服，浅田良喉定，阿萨达美。全新观点不超爆。每日关键报告领先各大媒体，趋势我说了算，让您财经早知道。国际财经零距离 ，Must Know News， 让您独立思考。产业分析最犀利，带您抢先获利。锁定88，让您轻松钱滚钱，就在三立财经台。假警察真麻烦。年度最突锤爆笑喜剧。11月14，冒牌条子。出奇制胜，多空双向操作。趋势精英家族11月15号高雄嘉义，11月16号台中台北大集合。02-2506-6808，2506-6808。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今天在这个期现货当中的筹码面变化。好，我跟大家讲一下，其实今天的筹码变化，你就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很奇怪？对，今天你看外资又做多一大堆啊，难道明天一定要涨吗？哎，你的问题又来，对，你就搞不清楚，说啊，到底什么时候要做多，什么时候要放空？哈，真的就搞不清楚。我们来看一下，哈，来，我们回到这个首版的一个部分，哈，你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外资的部分，你看偏多操作6500多口。
净空单只剩下2057口，一点点而已。那自营商呢，也留下一个净多单1498口，也就是说，法人的部位其实都没有很多啦。那我们再看哦，这个现货的一个部分哦，今天的一个三大法人现货，其实外资买超38亿嘛，三大法人合计买超了46亿。可是我跟大家讲哦，我还是跟大家强调，这两个资讯哦，不是您要做多做空参考的依据，我只是把真实的状况跟大家分享，只是说您到底要怎么做。对，你要怎么知道说，其实为什么昨天会出现这样的压回？我们跟大家讲一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电视的画面，你看哦，昨天的行情对大跌，对，你看我们工具，也是有提醒你啊，卖出讯号在906这边下跌了160点。好，那这个礼拜一，你看这个礼拜一早上是出现什么急拉，对，大涨了117点。好，我们这边请摄影师拉近一下，这个是这个礼拜一哈。买进讯号在哪里？896出现，那一样我们会适时的提醒大家，这个就是我们服务很周到的地方啊。我们会跟大家讲，当关键转折讯号出现的时候，我们会赶快跟你做分享，非常的重要。来，我们再回到手板，好，谢谢。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要跟大家讲，这个是11月10号，这个礼拜一，对，早上的8:50一开盘，我们就跟大家讲什么，出现买进讯号跟分析翻多，所以行情偏多的机会是很高的。后来从哪里？8970大涨到9092，好，大涨了122点，一大早是要偏多不是放空，好，投资朋友，一大早是要偏多不是放空，你看跟今天早上我们很像，好像哦，对，你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你看你透过工具的画面，你就觉得说，真的呢，原来是可以这样操作哈。来，我们再回到电视画面，你看哦，是不是像这个？对，上这个礼拜一出现买进需要分析翻多，这边你就不可以放空，对你也是偏多思考嘛，你就说啊，原来真的是这个样子，跟今天一模一样，好，就了解到，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你看哦，除了礼拜一以外，上个礼拜也是一样啊。来，我们再回到电视画面，你看是不是一模一样？加码空的讯号，对不对？绿色星星往下跌，然后呢，这边出现低档乖离，分析翻多，再往上做一个反弹。所以我们一样会跟大家介绍，你看非常的简单，对不对？这个就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的动作。所以呢，我们要跟大家讲，接下来行情您真的不用担心，我们中场有重要的讯息，请你留意哦，掌握行情的转折点，欢迎大家来做个下旬哦。好，更多有关于这个台北股市的分析，锁定明天节目了，我们再会。